大家好，我是傅彦堂，我是刘一恒，我们是中部地区屋建数最多的频道，还有我们的 CP 值也最高，记得要订阅哦，还有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我们最新上架的物件。对，好，一定要开启小铃铛，这件 CP 值超高，因为它双车位，双平面车位，双平面车位，没有听错，对，双平面车位，两个平面车位，而且只要1250，对，你要去哪里找？还有我们这个地点在哪里？西区民权路。讲西区，人家会联想到那边的那个什么，那个什么，那个城市经典，不是，绝对不是城市经典。来吃这边。好、啊。来，这样看不准，对不对？民权路跟那个什么。跟那个五权路交叉口附近，但是这附近有什么呢？绿园道，有绿园道，还有日日新影城就在附近而已。这边有一个绿园道，对，这边可以，就是那个梅川啊，梅川的绿园道。对，然后呢，好，等一下哦，这边有一个国立台中的教育大学在这附近，教育大学旁边，对，对，好，我们就在教育大学，那也离中华路夜市也很近啊。就是生活技能超赞，还有第二的那个市场也很近，对，生活技能很好。好，好，这一间才多少钱？再讲一次，1250，几个车位？两个平面车位，没有听错，是平面车位。对，好，好，但是升降式的，就是你要坐电梯下去，就是车子要坐电梯，对，一分钱一分货嘛。对啊，可是你有平面车位啊。对对，那还有一件事情，你这一间呢不用装潢，它已经全新整理。对，你只要准备什么？头期款。对，好，我们看一下它客厅有多大，就这么大。够用了，一个家庭够用，小家庭够用。对，那阳台呢？刚刚我们就搭这边，还蛮大的。这阳台大哦，而且它是天然瓦斯的，不用怀疑，因为这是市区。对，好的，放了三台大很轻的主机，有点少啊。但是视野还不错，对啊，它的视野还不错，还不错哈。这边离中国医药学院也很近哦，而且它不是临马路，对，比较安静，没有那么吵。马路在那一边那一侧，对。然后我们这边是住宅区了，对对对，这边我们没有临马路。这边呢，离看电影、中国医药学院、逛夜市。还有什么绿园道、海鸥公司、绿园道、海鸥公司，反正还有第二市场，对，都很近的、啊，食衣住行，对，好，好，我们现在已经看完客厅了，这个是隔的，隔为什么要隔？来，因为厨房跟客厅是在一起的，就这样子。那这个厨房呢还不错，旁边有一个窗户，就是刚刚那个阳台，以同样一个阳台，全新的厨房，都还没用的，对啊，对。是，好啊，这当然有天然气了。对啊，好哦。那厨房的后面呢？这个呢是实心的哦。石墙。好，主卧室。主卧室。主卧，它全部都是系统柜。看一下吧。啊，主卧室。现在哈、哦，全新打造的卫浴啊，但是没有开窗啊。它是对内窗、啊。然后现在系统柜哈、哦，现在哈、哦、有一个新的话题，系统柜好还是直接买家具好？我跟你讲。台湾地震多，如果你买普通的家具哦，应该会倒光光。系统柜不会倒。等一下，这个屋顶有做造型的。哎，对。然后这个主卧室很安静，为什么？我们刚刚不是说过吗？它不是临马路，它是临住宅区。对，是，而且视野还不错。我们在八楼。我们在八楼，就跟刚刚的那个阳台的视野是一样的。我跟你讲，这间 CP 值为什么超高吗？因为有两个车位啊，啊，还有地点很好啊。不是，你知道吗？隔壁他卖多少？一个车位而已。一个车位也是1200啊。啊，我们呢？我们也是1250吧，但是那个1200的已经卖掉了。对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客厅比较大。对。我们这个客厅比较小。人家他只要一个车位，客厅大，啊，我们这客厅就小一点点。我们的客厅是多功能的客厅。为什么？因为有厨房。然后呢，他客厅又多隔了一个房间，一个那个这个合适，所以就是他的第3房啊。好啦，来看一下，现在我看到有一个点了。刚刚是不是那个主卧室？嗯，对，同一个窗，同一个窗户，所以呢，夫妻在洗澡的时候可以开窗打招呼，这样子吗？老公，你在那边洗澡，我在这边洗澡。哦，就是这样子。等一下，他的为什么要中间要开窗？因为他这个主卧室有一个对外窗，我刚才看到了。
号对外窗帘 ，amazing。所以呢，你上班的时候，打开来，打开来，可以全部一起通风。一举两得。等，刚刚那一间卖掉的，它没有对外窗。对，只有这一间有对外窗。赞赞赞！所以刚刚在那边大便的时候，我有点尴尬。哦，这个也拿出来讲，真的是口不择言。好，来这边。没有对外窗。好，过来这边。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这个厕所站，我上班的时候我一定会在，你知道吗？外面的窗户还有中间这个窗户我会打开，而且我觉得这个窗户加分，根本就不是扣分，超大加分。对啊，好了啦，它有卡死的。对，因为它不可以让你全部打开，免得全部看光光。真是家伙。来看一下另外一间，这一间也是很安静，为什么？它也没有，它离马路有一段路，还好啦，是可以听得到，但是不会很吵。对，是那一侧会比较吵。你看，关起来，没有声音了。对，然后呢，因为它本来有梁柱，它用装潢把它那个装饰过了。它有做这样子的系统柜，然后就是那个中央空调，对，中央空调，外面三个大主机，超大主机。这系统柜不怕地震，系统柜不怕地震，所以是三间房间。来，第三间房间就是刚刚我拍啦，就是客厅隔、另外隔出来的，这间是另外隔出来的。对，反正就是客厅嘛，客厅、厨房还有这个卧室，这个合适哈，本来是同一个空间的吧，就是木头的。OK， 真的是木头的。好，它等于是二加一房，它这个是对内窗嘛。室内空间大的话，二加一房是还好，还好啊 ，OK 啦。还好 OK。那我看一下它的坪数，它呢，我现在跟各位报告一下，它旋状的登记坪数是52.63坪，52.63平面车位，对，52.63坪哦，登记的哦。对。那主建物就是我们这里面的空间，28坪，28.33，再加上这个阳台4.27，32坪。对，三十三平半，那大室内32平，所以为什么他要二加一？对啊，因为室内很大。对啊，好哦，那他一个月你知道吗？是管理坪数大，管理费当然贵啦。当然啦、一定的啊。就是连车位的话是3700。对，3700吗？对啊。好，等一下哦。2500，1200啊。他这个几开头，你知道吗？单价20几万而已啊，23万。对啊，你要去哪里找？没有了，两个车位没有。我们等一下去看车位。屋顶哦。这个总我先讲一下，这总共是12楼，那我们在8楼。对，就是景观的。好，有你说屋顶的话，我看一下，73年次是几岁？73加13，36年。差不多，我们看一下它的那个电箱来。36，我们看它的电箱有没有换线。它算蛮整齐的，还蛮 OK 的，干干净净。它这个我觉得它没有换啊，它是旧的、啊。对，好、是旧的，可是干干净净。对啊，36年，如果你要换就自己换。因为这一层楼换的话，差不多5-6万。嗯，我觉得可能不止了。哦，我知道，因为大室内不是，它还有系统。不，因为它做装潢做起来线比较可能做不好了、可能要花个10万块钱。不晓得，我没有做过。OK，、好，我只是说大概而已哦，大约哦。因为你看哦，它这个线都啊，我知道这个线应该是新的啊，因为它后来装潢的时候有拉新的线做这个灯啦、但是它原来从天花板出来那个线是旧的。啊，因为它这个装潢已经做好了，所以你要拉那个线。对，你这样讲我就认同了。没那么容易。好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去顶楼吗？我们在8楼嘛，还是要到直接到地下室去？顶楼，刚刚都已经讲说要去顶楼，就去吧。就去看一下 view 嘛。来，我关灯喽。好。我们现在是7:12。你看7:12，我们还在工作。你快点。看一下这一层楼有几户？3户。几个电梯？
两梯，好，三户两梯，哎、欸，你怎么这里？还有两个安全梯，这边一个，然后你后面那边再一个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，还有大阳台，外阳台，对，外阳台，哦，天然瓦斯就在这里，对，我们天然瓦斯，对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到地下室去，哎、欸，到顶楼去，对，我们去顶楼。还要下去用，两个电梯是独立的，都是独立的。那他们说各住户请注意，请勿同时按两部电梯，不好意思，我按了两个。他说零公设，哎，零公设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他这边写的主建物零公设。哦，来看一下电梯。我们到十二楼去看一下，哎，哔哔哔，啊，哔哔哔在这兒。这个是威盛电梯，没听过，坐六个人，450公斤，有两个，所以可以坐两一个梯，两六个人，两个梯就12个。这应该是我们台湾的品牌吧？看起来是，对啊，旧电梯的，对啊。当然是34年了哎、欸，然后它有那个监视器，好，安全。这是12楼哎、欸，顶楼吗？对。那还有上面楼？哎、欸，变套房哎、欸！我上次住进这边是套房哎、欸。非工作人员请勿进入，他的楼逃生梯在这，请勿开，等一下。哦，那这里嘞。非必要时勿开逃生门。哦，那不要，免得要负担责任、哦、算了、嗯，那我们到底地下室去。我们不想惹麻烦。对，因为我们有录影存存证啊。对，到时候。对啊，不要走。我们去地下室看车位吧。就是说，楼上是出去。他的意思是说，哦，我们电梯没有到直达哦。那我跟你说，另外一个电梯。他说不要用使用两个电梯耶。不是啊，这个才有到地下室。好，那我先让它关起来。好。那我现在跟你说，嗯，除非只有就是说要逃生的时候才可以开这个门，我们没有要逃生，所以顶楼就不用去用了，不去，不用，因为有这种管理的话，我们就不要去，不要惹麻烦，对，我们不是来惹麻烦的，对。哎、欸，也是到一楼哎、欸。对啊，所以他两个梯都是到一楼而已。所以老公，他这个没有电梯直达。我现在跟各位报告一下，他没有电梯直达。对，假拍谁？对，可惜。这就扣分了、哦。那这个物件扣分的有什么？扣分就是升降的机械，就是升降的，要坐汽车子要坐电梯。对。啊、第二个扣分项目就是它不是正三房，对啊，因为它第三房是属于合适。那、啊、第三个扣分呢？第三个扣分是屋龄是36。好，第四个呢？电梯没有直达，你要接受这些。对，还有，但是它的还有管理费要3000多块。还好啊。现在这种的二字头的23的，其实你知道吗？以这种屋龄的话，在这个地方的话很难找的，而且还是有两个车位的。啊，对，这边，这边该不会也写说不能？没有啊，下去地下室可以。那嗯啦的。那那老公呢？好，我们去车位。好，你先，好，我先，我打前锋，免得有那个。然后，我们刚刚是不是说电梯要坐电梯？它这个发电机是很好的耶。哎，对，是新的。就是如果有停电的话，他们有会自动送电。对，自动送电的发电机。好，现在讲，现在是不是汽车要坐电梯？我再讲一次哦，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：绿灯、红灯。这个时候，车位号码是几号？车位号码，等一下不要拍他的车子哦，不要拍到他的车子哦。他的车号是车位号码。我正在看嘛，这边怎么没有写嘞？有啦，真的没写啊。哦，在这里。哎呦，你已经先做好了，7号跟8号。7号跟8号。对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好，不要拍到车子哦。7号跟8号在这里啊。哎、欸，这
是新的哎、欸。七号跟八号两个。老公。它的这个升降机是电梯是新的哎、欸。还蛮新的。对啊。有在维护啦。对啊。有在维护，所以我们。两个车位，我知道为什么会有两个车位了，因为哈七号跟八号一定要同一户，因为它只能如果这个停里面的话，外面这个车子要开出来才能够哦，了解了，所以一定要两个车位一起。好，还有你不觉得它车位很少吗？对啊，都是平面的。代表说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我们的这一户有车位是非常难得的，好、哦，对不对？哦。好，那我们现在那个你看哦，那个一直在叫的话代表是什么？三色。对 ,OK, 好。那大概大致上就是这样子，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说明的？好。哦哦，带我车，带我车，来交给你了，谢谢，辛苦了，拜拜。好，大概是这样子，还没有什么补充说明，我们到外面街道看看。好、啊、我们走楼梯上去。两个平面车位。好，走。这边也可以输入两个。那它这个就没办法停摩托车了，它只能够放汽车。而且这个是没有无障，这个是非 无障碍空间。没有无障碍空间。对。那这边垃圾处理厂在这里。垃圾处理。好，丢垃圾在这。对。好哦，很方便。你上班的时候，来，不要拍到人哦。我们直接到外面去。好，信箱在这边。那我们看一下他的公告。这边没有写那个。好。好。那就放弃。按哪一个？按哪一个？按哪一个？喂。嘿，你好。好，小心哦。好，这是他的信箱。哎，对。好，我现在在十字路口。对，对面是国泰世华，还有全家、赛星南阿 B 哥，它是五权路跟民权路的交叉路口。五权路呢，就是这条。对对。这条呢？这一条是直，这条是民权路。对。国泰世华，我们对面这一条就是民权路，它横的这一条是五权路。很热闹吧？很热闹。你要在这边找到二字头的，比较难。对啊。啊，但屋里比较旧。然后它的那个车子就是从这边下去，绿灯我们就可以进去了。对，绿灯。红灯呢都不要动。对。好，就是坐电梯，车子要坐电梯，两个平面车位。哎，这下开很久嘞。老店了、欸、老店，你以前年轻的时候跟来没事，好不呵呵、哦、我忘记了，来，好好 好，我们往那边走，好啊，不要拍照了、我们往那个柳川还是哪里走，绿园道走，那应该是后面啊，是那一条吧，对对对，那一条，那你想往哪边走？其实也不用走，反正你大概知道位置。对啊，你看一下，我们就在这边来。我们现在就在这边呢、啊。对。民权路跟五权路交叉路口，国泰世华就在这边。对。很清楚，我们就在国泰世华的对面而已。五权路、民权路。对啊，不会用。好，不行。对啊，你干嘛搞那么复杂？啊，十七楼为四人所有，禁止停放机车，意思是说。你要停放那个停车格，对，要停停车格。然后那边对面也有停车格，好，对面有停车格。好，大致上是这样子。对，这边就是这个餐厅的，那我们这边可以停啊，这边可以停。好，好，开始接雨吧。好，那希望你会。我们不可以站在车库面前。来，上海餐厅呢、欸就是？下次有机会。好、啊，现在吗？没有啦，下次。好。有喜欢赶快跟我们联络，稍机会稍纵即逝。对、啊，双车位、双平面车位虽然有缺点，对，但是你真的有第二台车的时候，你又想要在市中心，好，啊、而且又帮你整理好了，对，我觉得 CP 值还可以，好，赶快跟我联络哦。那如果不要看哦，很多人在带看哦，对，刚刚一直在带看，对，好，那有赶快跟我们联络，机会稍纵即逝，是的。
如果不喜欢没关系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的频道拍摄非常多的物件。是啊，那之前那如果你不喜欢这个没有关系，我们谈资，我们店长有一间，也是四房，对，四房，这是另外一个。它是两，它是两个车位，一个车位是用租的哦。对啊，它用租的，而且是多少钱？900多万。对啊，900多万。对啊，对啊。但是它那个四房是那个露台感。对，但是也不错啊，大露台感。如果你要四房的话，你就算是你不要四房，你要三房的话，那个第四房可以拆掉当大露台啊。啊，对啊，对啊。你自己去评估衡量一下，看你是要在潭子那边呢，潭子也有，那边也很繁华哦。对，然后这边呢，你可以比较一下 ，OK。地点上差蛮多的，没关系啦，只是给你们讲一下，说有这个物件，顺便介绍一下。就是我们的物件最多哈，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哈、那搜寻看看有没有其他喜欢的物件，如果没有都不喜欢没关系，记得还是要继续订阅下去，因为我每天都会上架新的物件，对啊，几乎都会。一直上架，一直找新的物件 ，CP 值高的来拍摄。对啊，没有错。那我们的跟你的承诺就是你不用出门，我们就带你看遍中部地区最多的不动产、房地产、土地、房子，给你最多的选择跟比较，不怕你买错、啊，也不怕你买后悔。对。那我们所有的拍摄都是一镜到底、一刀未剪，没有剪辑、没有广角、没有美化，就是所见即所得，如临现场一样。你只要在家里轻轻松松的滑手机、滑平板，看 NJTV 的 YouTube 频道就可以很清楚明了，知道这个是不是你要的房子。对，而且甚至地点呢、位置呢，都很详细的让你知道了。对，你就可以很清楚这个是不是你要的，这个地方是不是你适合的。啊，好的、不好的，我们也都会说。对。对啊，你去评估一下。那还有、我们刚刚有讲哦、隔壁的有一间，它一个车位也卖掉，也卖掉，它是1200。那我们这一间呢，是两个车位，1250，1250呢，两个车位，赞赞赞。好，大概是这样子哦，谢谢你们，辛苦了，谢谢大家，继续订阅，继续订阅，继续追踪我们。如果你们有朋友、亲朋好友在找土地、不动产、房子的，欢迎帮我们转发、分享、介绍。对，只要有介绍成功，我们一定都有大红包。嗯。谢谢，对，拜拜，晚安，拜拜，拜拜。老公，你在看什么？我在看什么？这边可以比较一下。真的、你看你阿姨这边身高比一下。可以吗？真的可以停秀一次哦。OK 哦。它虽然是写车高1.7的，但是哦，应该还可以再高几公分，还可以再高，对，就一分钱。好哦。所以你还在录影吗？好 ，OK。好，拜拜。拜拜，已经很详细了哦。好，拜拜。